你早，大爷你早，哎，早早早，哥哥请坐，大爷请坐。哎呦，他九大渔船神钓险难，莫非真的是周文斌所办呐、啊？早着早着，妹妹他他什么？哎。此事不能对妹妹明说。哥哥，你今日说话为何吞吞吐吐？这，哎呦，真是口含怀念，有苦难言。妹妹耶，你可知道他是哪一个啊？豆腐店的徐大姐。对，徐，哎，徐大姐。咦？哥哥，是你把他带上楼来的，怎么反而问起我来了？是，哎，幸亏妹妹尚未发现，让我带他下楼。姑娘呐、啊，我带你下楼。且慢，我看这姑娘为人很好，我想留她多住几日。妹妹留不得，留不得哟。既然不能留，小僧告辞。你是何人？小僧周文斌。啊，哥哥你好。马上通过太夫人为你坐在害羞一迎，修楼本是黄金地，何事啊？你去问他。儿子，为了何事啊？你去问他。你是何人？因何到此啊？你去问他。妈咪。哎呦，到底为了何事？你们快些讲噻！妈妹，他是个男的嘛。大胆狂头，竟敢男扮女装混进我女儿闺房，这还了得？今天把话说得清楚，倒还罢了；若不然，见你送官就办。
作业难，有业传言出去怕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依我看呢，哎，还是不说了吧。天炮啊，送客。是，且慢。朱之山请来，他要是不来呢？他要是不来呀，就用八人大轿把他抬来哟。大爷，大爷，大爷，大喊大叫为了何事啊？别闹。夫人，八人大轿到。八人大轿到。比老夫人全副一战到。全副一战到。大爷成亲之用啊。是哪个叫来的呀？是大爷。他人呢？满府找寻，不见人影。积尘一尽呐、啊。急坏老身喏、哦，你们还不快去找来？哎、是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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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老夫人，老夫人。那是朱之山来了？不是朱之山，是张天官前来贺喜。贺什么喜噻？今天不是大爷成亲吗？好，请到昨天奉茶。是昨天奉茶。老夫人，老夫人。那是朱之山来了？徐大人前来贺喜。好。请到右厅奉茶。是，右厅奉茶。老夫人，老夫人，朱之山来了，快叫他进见呐。是，有请朱大爷。老夫人，老夫人，朱之山说不开正门，他不进来。好好好，打开正门。是。大开正门。咦，正门一开，为何不见人进呢？老夫人，老夫人，朱大爷说他走错了人家。怎会走错人家呢？他说王府指使他，你若非走错人家，如何不见主人下下引呢？
这个人真厉害呀。好，待老身亲自相迎。老夫人亲自相迎呐。穆大人在上，受小侄大礼参拜。不拜也罢，不拜也罢。哎，有道是好道出好名，好母教好子。穆大人教子有方，我是怎能不拜呀？久闻贤侄大名，今日得见，国不虚传呐。伯母大人，府上展灯结彩，敢不是伯母大人受难之气吗？贤侄，你真是兜书兜得多，料子写成可哎。你看，你看，这上面写的。哦哦，原来是个喜字，是你蓝娶亲呐，还是小女出嫁呢？都是闹出来的笑话哦。婚姻大事，岂可儿戏哟？所以，请一贤侄前来，挽回大事。弥补过错哦，补得起来嘛，你就补；补不起来嘛，你就请个裁缝师傅补一下嘛。何必用八人头的大轿把我给抬着来呢？哎呦，贤侄哎！Thank you.
我曾为学过曾为人欢情心志难压成全此次小旨我来担此命难为啊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大爷不知去仙哪快去找嘛、哎、我那屋顶上都着片了找不到难道说就算了吗你们快去找哦是是是是是哎本部大人呐、啊、怎么天豹兄也失踪了啊是的都怪这个小畜生不好哦冒犯了周公子嘛哎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嘛嘿嘿嘿王天豹啊王天豹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写好传单应该买单我要拿起文字天然喊的灿烂呀呀呀呀呀我要冲一冲往回冲一冲贤侄哎你千万不能贴出去哟、哦、假如不贴倒可以这是一件哪一件啥先见王天豹然后做月老这老夫人老夫人大爷找得着在哪里山他躲在那个厨房柴堆里不肯出来把他拖出来哎是是哎不要吓坏这天豹兄啊哎是是是是老夫人老夫人李将军前来贺喜这哎呦请到前厅奉茶是前厅奉茶哎本部大人呐、啊怎么我这个月老还没有坐火开就已经来着啥走走走走走哎老夫人大爷到你这个小畜生的还不跪下哦原来是天豹兄吧天豹兄啊我们两个人只隔着一天没有见面你怎么就挨着本街呀你这只出名的老虎今天怎么变成一只伪造的猫了啊你不喜欢不大喜欢有什么好学你把我欢迎青红飘飘不大是人无春就让你抢了成了全骂也骂过着说也说过着这是小女的婚姻之事只怕周文斌他不答应吧哎，贤侄皱眉一定会办成的哦天豹王快去把周公子请来着老夫人老夫人又有何天来着请到后天奉茶是后天奉茶这个人真厉害嘿嘿宋坤主人就是不饶人动哟，陈行人